马昭旭表示，京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同志不幸逝世，中方对此表示深切哀悼，向朝鲜人民致以诚挚慰问。金正日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导者，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，为发展朝鲜社会主义事业，推动中朝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中方相信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化悲痛为力量，团结一心，将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。中朝双方将共同努力，继续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党、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，为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。